哟，达到了，你的表现真是惊人，又钱了，我由衷的感谢你，赚钱喽，赚钱喽！我还在那边答了吗？有用，来表示，啊，比较好。我这儿有另一个合作机会，啊，但难度有点高，因为这跟一只健康状况不佳的恐龙有关。嗯，危险哦，好多钱啊！听起来很危险。马尔科姆博士，这并不比我们平常的研究危险。好吧，我有要说什么吗？没错，我无话可说。病的梁龙即将送达。嗯？所以我们要赶快研究。你能反驳马尔科姆博士的异议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不知道他是过分小心，或者是想找机会说，我早就警告过了。我想，也许两者都有。好多钱呢，安安哦。我认为只要我们合作，就能完成这个任务。梁龙，来看看有没有城堡。好的，如同我方才提到的，有一只生病的动物即将来到公园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。现在就快去准备吧。好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把生病的恐龙带到我们的设施？希望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因为我完全搞不懂。你好。听说有新的合同可以承接。新的遗传基因，谁呀？哪一只啊？看这只吧。准备喽，准备喽，准备喽。安安，怎么念？丽塔吗？放养恐龙。怎么跟我想象的龙不一样啊？梁龙是很大，梁龙，雷龙吧？通过盔龙这种恐龙，你可以亲眼见识混沌效应。想想，生命是如何尝试各种组合与形态，试图找出最完美的身体构造。各家重点不在于成功。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失败中不断修正，永不停止，永远不算完成。我们人类也一样。他送到哪里去了？啊，重来了吗？是因为我没有盖那个东西。我是啥？铂金欸。铂金。我刚刚好像 ESC 掉，而且这任务是不是也要叫我盖那个啊？我看一下哦。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多一些资源。要，再不能腐肉的。而且刚送达，跟我说太贵了哎。妈！游客有没有变多啊？没有人，没有客人。为什么卖30块只赚10几块啊？哦，白痴哦，太贵了。来来来，我看成嗑药哎，疗药。来来来。运送孔，接获恐龙回收申请。来来来来来，
确保恐龙。哎、欸，结果它是肉食的吗？糟了，我没有注意看它是啥、欸。哎，哦，是哎、欸，它是脖子长长的。哦，梁龙哦。看哦，那所以我要盖这给它吃。300块。确保是鸭子。恐龙运输完成。啊、不是啊，不是要架啦。挪车。引包子虫，这有啥？不过我没有吧？天哪，这是好笑咯。好像真的我没有这东西耶、欸。顶包子虫，科学任务，我还没完成，我白白花了200块。确保，等一下哦。为了治疗这只动物，我们必须进行研究，看看我们能否确认问题的严重程度、哦、并且隔离处理。没有，我的理解是我现在才要开始研究了。是生病的动物，而你和杜瓦博士想找出治疗方法。我不同意，不过也没人征询我的意见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别让那只恐龙靠近其他动物，以防它的症状具有传染性。来不及了啊，讲这个。你在科学部门的声望令人印象深刻。再来咧，研究隐性孢子虫。好哦。2分钟，加油！森林要够多。那、啊、其他的是不是也想要森林？森林，好吧，给你森林。森林草原，它不适合住这里耶。等一下，你。这边不够大哎、欸，还是我把这两个打通啊！呵呵呵，给他吃草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忘记探索？欸、人变多了哎、欸，在看生病的动物吗？另一边，你是说这边吗？这边我觉得是一样宽呢、欸。设置追加工作，把水用少一点，好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水用太多，看哦，还是不行。不过健康回来就好啊。好，恐
恐龙进入视野。命中了。专射屁屁。一切处理完毕。结束，有钱了。即将送达。咦？还有哦。我拆掉啊。半年啦，我现在没钱了啦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但这你来没用啊，我没钱。给我钱。该吃肉食，哎，好像是哎。终极。偷偷看一下哈，欸，看不到啦，八七。这次先，至少没这个需求，啊，强迫我欸。那，案子。那就放这边了啦。我们别在小地方上争论了，眼光放远一点。这确实是一份可靠的合同。不舒适，糟糕了，我觉得不舒服。等我两分钟，没钱。让你开心吗？哦，你很开心。那，啊，其他人嘞？啊，白痴，我看错人了啦。你啊？有，他开心了，他开心了。没办法，欸，钱变多了，为什么？要让恐龙舒服。哇